什么呢？我就不信找不到比你还好看的小姐姐。行了，你别嘴滑舌了。你明明知道今天早上会议那么重要，你还迟到。那我没办法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心就那么大点，我装下你，怎么可能装下其他人呢？行了行了啊，别贫了一天的。哎，我真发现你一点都不适合谈恋爱，这么严肃干嘛？我不适合谈恋爱。对啊，你适合结婚。别生气了啊。行了吧你，烦死了。那你还有什么好听的呀？有呀，那我们回家说呀。你走吧。走。什么情况啊？